Hello， 大家好，我是 Restia。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再麻烦你订阅我的频道，打开订阅旁的小铃铛，这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支持，谢谢你。这游戏的问题就是，它需要一个完全单排模式，就是你单排只会排到单排的人。你们会觉得钻石难打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三个人都是有配合。你说是因为他枪法比白金好吗？也不是，只是单纯他们打的比较有配合一点而已。他可能是两个人来一起来干你，三个人一起来干你，你懂吗？你当然一个人打不过。First fatality, light ammo here. Down another one. That one's out for the count. You were the superior fighter. Nailed that whole squad. 不然打我一场啊。算了，我每次都这样讲，然后每次去撤离。就反正 这款游戏，反正就是你要如何让你就是可以一打一打一。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Surfshark VPN。Surfshark VPN 拥有遍布65个国家的3200多台伺服器，除了能让你安全上网，免去所有广告以及恶意软体的攻击， Surfshark VPN 还有许许多多的优点哦。例如，你还可以使用 Surfshark VPN 去观看一些被地区限制的影集，比如热门美剧《英式录》就无法在台湾的 Netflix 观赏。但只要通过 Surfshark VPN， 你就可以轻松转换所在地区，观看这些被限制的媒体。而且只要购买一份 Surfshark VPN， 你就可以在不同的设备上无限使用，不管是 iOS、Android 或是电脑，都可以无时无刻使用它。现在只要利用 Restia TW 的优惠代码购买 Surfshark VPN， 你立马可以获得 83% 的优惠，也就是打 1.7 折。而且现在购买还会立即免费多增加三个月的使用期限，换算下来每月只要不到 2.21 美元的价格。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只要你不满意，30天内可以立即退款。所以还等什么呢？现在马上使用优惠码 RESTATW 来购买 Surfshark VPN 吧。RESTIA HTMY有在右边，他落单，这里开 QZ， 我躲烂，然后再过来。就你要去分析你的战场局势啊，像刚刚那边就明显的右边还有一个人嘛，听声音跟他交战就知道了，就先把那个的落单那个干掉，完全好打了。然后杀掉人啊，有空的话最好边一边啊，不然就觉得很麻烦。这样子打久了，对不对？你就要有预设第二队会来，基本上越往上就是大家听枪声来的速度越来越快。啊，往天龙，拍。喂，卡住了，很小。One shot horizon。先把你马变掉，不然等下他复活回来。One shot of 10，完了，我按不到那个。他死了，这种刀子就让他人死。有。看到了。为什么我明明就蹲着下进去，他居然是跳起来的这样？
七，然后可以随时看一下赏花人数啦，七对十四人，然后你自己算那个数学算一下，大概就是满编剩个三对，然后剩下孤狼这样子，就是孤狼或者两个人，就你大概要知道场上满编多少对的。比如说你剩三对的时候，如果三三一，你就不用管那一了，或是直接把那个一抓掉，然后再打那三，因为后面会有人绕，会有人绕个大后，大概要有一个那个全地图的地图官，你看有。得先后撤一下，然后先用雷塞他们，等他们盾。我上面怎么一直？他们家有圈的压力，他也太凶了。然后像这样，你被打的时候，对不对？你就要把那个 ADS 放开，你不要硬打硬拉到中间。我们死定了。他们这边互换就可以去看，就你要注意场上局势，说他们是不是互换的。然后像这样子，剩下这样子的话，基本上可以去把他们撤光了。把这个关掉。好，然后这局就结束了。这个就是你，就是这个就是打的聪明，你知道吗？就是我意思说，如果你要单排大师都这样打的话，你五六个小时、六七个小时上个那个大师绝对没问题。看你要不要这样打而已。我前面是绝对没有这样打的。这游戏其实是一个策略游戏，他应该不是满编的。I think only one up here. Oh look, we go. Someone wandered into our safe space. I think he's on here. 50 HP left.I think only one person left. 他应该在后面了，我觉得啦，不知道哎。理论上来讲，应该在这里，这里是最容易躲人的。靠北，在那里。大概就长这样，这样的话就是该怎么讲呢？数据不会太好看。但是很稳。